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将要伫8月13日由蔡英文总统以及相关部会首长亲自莅临会场正式揭牌，选在16间上前端的无人机厂商企业以及多个国家发展国立大学进驻伫亚创中心。2022第一届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博览会相关的活动伫今仔日中昼12点伫活动的平台开放报名。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将于8月13日由总统蔡英文以及相关部会首长莅临会场正式揭牌，转台16间最精锐的无人机厂商企业国家发展国立大学进驻伫亚创中心。2022第一届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博览会相关活动将于8月15日中昼12点在 AQ Pass 活动平台开放报名。馆长汪章良表示，亚创领航台湾起飞 ，Space 嘉义亚创中心是嘉义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先导基地，未来结合民雄航太园区、宜德飞行场等等的规划，嘉义将成为国内无人机的重要发展中心。嘉义啊，未来要组国家这个无人机的国家队。那8月13日，我们蔡英文总统会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研创中心来接盘。那所以整个嘉义啊，往无人机的道路上蓄势待发。那无人机在未来世界在民生跟国防的应用上越来越大，所以我想啊，未来整个全台湾最亮点的无人机产业即将会在嘉义，嘉义即将用无人机产业跟世界整个接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做好准备，未来的研发、量产跟所有的测试都会在嘉义。Space 嘉义无人机竞速邀请赛将邀请12位专业飞行当场竞技，展现酷炫华丽的飞行技术，民众可以事先伫个线上领取限量 VIP 观赛票，伫活动当日进入赛场，感受最惊艳的飞行速度。谢新新闻蔡明东盖棺采访报道。嘉义优先这个品牌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有品牌就有责任。我希望能够带有嘉义农产品的识别性跟辨别性，它要负责生产出最安全的食物给所有的人消费。像上次县长带领我们去那个国道贩售，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们，会找你去设柜哦。会。哎呦，太厉害了！对对对，很荣幸，对你们帮忙。我最近听到一句最感动的话是什么？说县长，要是台风来的话，我们就赚了。他们就在想说，哎，我怎么克服？当别人没有办法，我有，对，就我们就赚了。老一辈啊，种田的人他们不太计较成本，只问你种出来的东西，你的品质是不是能够给消费者最好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嘉义的农业、渔业跟畜牧业最好的传承，就是嘉义精神。这个传承的责任就在你们的身上。